挖那个孔，有那个孔洞排水入水，那个都有学问的呢。水太多了，什么排水？水不够了，什么要入水？不对的，这什么？水不够那个稻田那么高，怎么有可能是入水？应该是排水的，入水可能在南边。它有进水的管道，也有出水的管道。这边可能是水太多的时候要出来的，排水的管道。2/7要400万多呢。那个田地竟然这么多钱。这个也是稻啊。稻了玉米啊，要分得清楚。然后你看田头参头啊，还种这个胡豆呢，胡豆呢。是菜刀啊，不是菜刀，不是面刀啊，矮矮的就会长黄豆豆了。你看田埂都种那个豆类，你看